看上旁边这位小女孩，想让她当媳妇。本社自脸书记者林南古台北报道，谈话节目新闻哇哇网。昨天录影原本要谈的主题是亲子教养，却因花莲大地震临时改议题谈赈灾，却意外上演节目主持人郑红怡替宝贝儿子物色老婆。昨天新闻哇哇哇找来一电视前主播萧同文谈亲子教养，一到电视台他就被制作单位告知，同文子，今天我们改谈地震。他不动声色自夸，还好自谈亲子，谈地震都是强项，一点儿也难不倒这位跻身辣妈主播。萧同文佐和女儿美宝感情超好，反射自萧同文脸书有趣的是，男的上节目谈亲子互动，萧同文特别把正在放寒假的女儿美宝也带去开眼界，但女儿一到现场有些害羞，信赖郑红一醋咪逗闹，一直跟他聊天，才让美宝接下新房笑开怀。当场郑红怡还秀儿子照片给美宝看，问他满不满意，甚至搞笑说你将来要不要考虑我儿子，让一旁萧同文笑得合不拢嘴。